大家好，多谢来到肥坤频道收睇肥坤的片啊。今天是5月的22号星期三，今天叫做好天啊，间中有太阳，阴阴天啊，都仲是应该冇雨落啦。嗱，下午肥坤出嚟又行街，屋企附近咧，呢度系三角花园啊，一好天啊，啲老友记啊、长者啊，都嚟晒三角花园，有啲啊唱曲，有啲啊捉棋，有啲啊谈天说地。总之冇雨落咧，就出嚟威下啦。但近日天气咧就忽冷忽热啊，小朋友同埋老友记都要小心啲啊，流感啊。近日澳门都好多人中一招，有啲都好严重啊。喺呢度呼吁下啦，叫啲老友记同埋小朋友尽快去打疫苗啊，保障自己，保障屋企人，尽快去打疫苗。香港的朋友都是啊，香港好像是针对小朋友多一点啊。今天在附近转个圈啊，摆一摆几热闹啊，三个花园。一好天就出嚟唞下气啊！嗱，我哋转过去行下黑沙环马路，今日间中都有太阳啊！时间系2:30，个个都翻晒学啊，翻晒工啊！呢度望埋去天桥，对面就系锦绣啊！当年锦绣下边嗰个都系好多食店，系棚屋、升天屋搭成嘅小贩区。而家起好咗锦绣咧，个商场都几惨下嘅，黑掹掹。都冇人夠膽上去行下商場。澳門街嘅商場好多都係烏燈黑火嘅。差唔多有一半都係。咁多年都冇乜起色商場。我哋行下黑沙環馬路。黑沙环马路好多铺头，新嘅好多啊，亦有啲接埋咗，可能过两日又唔同样啊。呢个钟数都车都流量都几密噶，呢条马路如果修理马路，即系掘马路的话咧，一掘出嚟嗰啲沙就黑色嘅，所以有黑沙环啊，近住海边，里边嗰啲全部都系沙，幼沙嚟嘅，唔系泥啊，系幼沙，所以叫做黑沙环。以前呢边系菜地。种菜嘅，对面就海边噶啦。我哋转过嚟慕拉什啊，慕拉什当年都系一条泥路啊，两边都系种菜嘅，有一边就黐住海边添，
后期就有好多厂喺附近起咗好多厂，塑胶厂啊，当年经过就嗰啲水啊，五颜六色嘅，几污染下。而家就车水马龙啦，由朝到黑都咁多人，咁多车，起咗好多新大厦。当年啊，泥路菜地啊，仲有一间好似系叫做宝发德塑胶花厂嘅玩具厂，旁边仲有一个陆军球场，陆军球场。今日我哋行下呢边啦，好少时间，即系冇乜几可行呢边，好少啊。由呢度望埋去大丰银行嗰边，就以前旧可乐厂。今日我哋行布拉士，镜头对住当年呢度好多生果档啊，开通宵嘅不夜天。好熱鬧，嗰啲檔口擺到出嚟。今時今日咧，就望下都幾唏噓啊！全部得翻一間兩間開，全部都拉曬閘。以前啲附近都係食嘅喎，拉咗閘都有一段好長嘅時間啦。时间是两点零钟，我们沿着布拉士走过龙苑望望，龙苑都很旧的了，周不时外墙有一些瓷砖，是不是瓷砖？那些叫花黐住墙身那些跌下来，整天都要维修的。这个钟数都几多人帮衬 KFC 啊，有几台客，又未到下午茶。望过嚟呢边，啤利拉街啊，我嘅左手边以前就是陆军球场，而家就是社屋啊，皇马体育馆里面仲有巴士总站。呢度都开咗好多铺头啊，好多食嘅，亦都好多生果铺。以前呢附近都系好多工厂大厦嘅。而家就全部变晒样啦，全部都系住宅。望埋去就系右星旧嘅屋村，右星啊！镜头望到嗰度啊，仍然都系冇乜点变，灰灰黑黑，又冇装修，
呢度系啤梨拉街。今日我哋行下马交石斜坡。讲起马交石，系咪真系有嚿石咧？我谂好多人都未见过啊，只系听马交石。有人话喺海中心，有人话喺渔翁街嘅天后庙，有啲人话喺圆台仔，而家都唔见有啊，得翻个名字马交石。我哋沿住马交石斜坡一路望上去，以前呢度系陆军球场。当年大坑渠火烛，呢度安置咗好多灾民，后期又做咗社屋。嗱，我哋沿住斜路上去啊，见到有个花槽，里面有一嚿石，好大嚿嘅，有葡国嘅国徽。有人话呢嚿系。呢嚿系咩啊？马交石系唔系咧？冇人提过。呢嚿石应该有一百几年噶，即系接近200年。带大家行埋睇下。即使澳门有两嚿大石，两嚿石都有葡国国徽嘅，一嚿咧就喺莲峰庙旁边，即系拱形马路嗰度；一嚿咧就系喺依一度。以前呢度系兵营啊，海边嚟嘅，已经系早期嘅。呢度系填海填翻嚟嘅。至于呢嚿系咪？马交石咧，1843，200几年。呢度冇乜点提起啊，冇乜事迹，只系总之有嚿大石，有个葡国国徽，好多人都唔知佢咩嚟。我哋由呢度行上去就系学校啦，坟场咯。以前呢度都系兵营嚟嘅话，挨住观音堂，而家都仲未起嘅，抌空喺度，可能都系业权问题啊。小朋友都放学啦。接近三点，望到上边马路顶就系罗斯山啦，好多传说啊，马交石，又有马交石炮台。至于佢个位置喺边咧，有冇朋友知道咧？有人讲当年近住天后庙附近有一嚿大石，作咗个字喺度嘅，石字边马交组合成一个炮字，即系明朝期间系一个火器，应该叫做火筒啊。后期啲人叫做马交石，石字边啊。一个马，一个交，三个字合埋一齐，应该读炮啦。曾经有一个咁嘅石喺度嘅，系咪误解咗啲人？明朝期间已经有噶啦。我
哋望到呢度系慕拉士嘅发电厂啊，已经唔同晒样啦，全部都系屋邨啊，电厂都唔见咗咯。我哋下一集再见，跟住去饮咖啡，下午茶开始。27蚊豬扒包，几大份啊！